常年期第九周星期五单数年，多比亚传第十一章第五到十四节，马尔古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到三十七节。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。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，耶稣基督望眼欲穿，托比特用瞎了的眼，每天往远处眺望。 等待着儿子多比亚从远方无恙回来。多比亚有一天终于回来了，还用鱼胆治好了老泪纵横的父亲的瞎眼。托比特终于重光了。鱼胆可以治疗瞎眼，这不是为中药行做广告。托比特很清楚，治好他的不是鱼胆，而是天主，所以欢呼说：“天主是可赞美的。” 他的大名应永受赞扬，但天主确实是可以利用他所创造的人、事、物来显奇迹的。这些人、事、物不是神，只是传递天主神的仁慈与大能的工具。天主子耶稣是神，是达位之主，福音，也是所有受造物之主。 如果有人很诚恳的祈求土地公帮助他生活上无法解决的大困难、大苦恼，比如说健康、工作、家庭、孩子等等的问题，而后发现灵了，问题得到解决了，但其实不是土地公灵，而是天地唯一的造主天主看到这个人，也是他的孩子的困难和前程，帮助了他。 即便这个人还没有认识到天主才是他的真正的恩主，这个人获得恩惠却不知道恩人是谁，就好像孤儿院的小孩享受到恩人的帮助，但是不知道恩人的名字。万有真源的天主是一切真善美之源，也是所有人的父亲。但愿所有人都能够在圣神的推动下认识，并对天父呼喊说。 阿爸，父啊，耶稣是主。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，欢迎您订阅分享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。